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尤兴。OK，今天我要跟你们讲一下这个在淘宝买的那个字帖壁纸啊，千万不要买啊，因为呢，你看，很容易就脱掉了。OK，不是很好，然后每次这些借的地方呢，它就会掰开哈。你看，贴的地方它就会掰开。来看这里，你看，它容易就破掉了。所以呢，我就把它全部撕了，没有全部撕了，就是换一个，把这个，把它换成这个屋顶用的。Spandex 做到一半半还没做完啊，做一半罢了，还有一半呢，另外一边呢，打算今天把它完成哈。